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编织漂亮的八字麻花辫，这个是六针一个花，四排完成。两针上，四针下，两针上，四针下，这样编织一排。好，反面。两针下，一针上，绕线加一针，这边一针上，绕线加一针，一针上，绕线加一针，一针上，两针下。如果穿织的话，就两针上，然后一针一下，绕线加一针，再编下针啊，这个绕线加针这里，这个单面织反面就编上针。绕线加一针，一针上绕，好，别这样编四针，两针下，这是第三拍。两针上，好，把加的针给它退掉，四针给它挑长。好，这四针挑长，把第三针跟第四针挑到第一针的前面，编两针下针，然后绕线加一针，二比一，编下针。两针上，后面四针给它挑长，加针的就给它退掉，把三四针挑到第一针的前面，编两针下针，绕线加一针，二比一，编下针。两针上，好，后面四针给它挑长，加针的给它退掉，再把三四针挑到第一针的前面，啊，编两针下针，绕线加一针，二比一，编下针，两针上。反面，第四排，两针下，这个边上针，四针上，两针下，四针上，编织一排。如果穿织的话，两针上，四针下，编织一排。到这里，这个花样就编织完成了。学会了循环的往上去编织就可以的，没学会接着再看哈。一个花样看的不是很清楚。好，两针上，四针下，编织一排，这是花样的第一排。
两针上，四针下，像这一排。好，反面两针下，如果穿刺的话，这两只边上针，一针上，如果穿刺的话，这个边下针啊，绕线加一针，一针上，绕线加一针，一针上，绕线加一针，一针上。好，这是方案的第二排，两针下，这样编织一排。好，第三排编花，两针上，把这三针给它挑长，把加的针给它退掉，再接着把第三针跟第四针调到第一针的前面，编下针，两针下，然后绕线加一针，二比一编下针。好，两针上，把四针挑长，加的针给它退掉，再把三四针挑到第一针的前面，给它编下针，两针下，绕线加一针，二比一编下针，两针上，这样编织一排。啊，反面第四排，两针下，四针上，编织一排。如果穿刺的话，就两针上，四针下，编织一排。好，到这里这个花样就两个花样就编织好了。你看八字麻花辫啊，这个编织毛衣背心都好看。